近年来，由于 Internet 的普及，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日常的一个交易模式。不管是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老年人，或多或少，大家都曾经上过网络，甚至透过网络来进行交易。所以，很多人都想要知道电子商务到底是什么。那当然，不同的角度你会有不同的了解。如果是想要从资讯工程的角度，那也许你谈到的电子商务是网站的架设。那如果是从行销的角度，他谈的可能是一个行销策略，或者是说一些行销的这个手法、品牌塑造。那你如果从公司的经营的角度，那可能就是一种经营模式。甚至电子商务发展到现今，有很多交易上面的一些纠纷，甚至说智慧财产权的问题，那这些也是我们这个课程打算要研习的。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将会提供给所有的同学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电子商务，不管您是从什么背景切进来，您都可以找到您所熟悉的领域，而且您也可以学习到您所不熟悉的领域。哎，老师，我常常用那个 iTunes 下载音乐还有应用程式啊。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像 iTunes 这种音乐娱乐网站，在就是架设网站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哪一些部分呢？这个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假如说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